这样的商家我必须曝光你。先看视频。家里有厨房的一定要买这个拍拍刀，不锈钢韧性刀头，把大蒜放进去轻轻拍两下就成蒜泥，辣椒放进去比刀切的还要快，关键是不辣手也不辣眼睛，真是厨房的好帮手。买回来了，花钱的坑我来踩，免费的关注点一个吧。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，这个东西是一个三无产品啊，包装盒上也全部都是英文，没有合格证。现在呢，我们测试一下它的功能，我们去准备点大蒜。Later， 大蒜准备好了，视频上说把蒜放进去，两三下就可以变成蒜泥。我们现在测试一下。我拍了将近十下啊，是这个情况，看来是特别不靠谱。为了公平起见啊，我们再多拍几下。商家说拍三下，那我拍三十下送他27下。还是没有效果啊，说好的蒜泥呢？我现在感觉我智商受到了严重的侮辱啊，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，没有效果，不建议大家购买。就这个产品，我刚在网上看了一下，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。希望你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不要让他们再上当受骗了。对于这个商家，我会一直投诉到底，直到你的商品下架为止。想看后续的，点赞加关注，下期更精彩。今天要曝光一个产品，在网上已经卖了100多万单。我们先看视频。把面和成光滑的面团，揉成长条以后切成一个个的小剂，然后用这个神器把面团通通压成面皮，方便快捷，省去了擀面皮的繁琐，还不会影响口感。买回来了，打开看一下吧。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一个这个东西。视频说轻轻一压就能变成皮儿，这么方便吗？我们现在和点面去试一下。Later， 面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测试一下，先把面弄成一个小劲儿。咱们现在在上面撒点面粉，反面也撒一点，防止它粘。好，见证时刻的奇迹。哇哦！撒了这么多面粉还是粘了啊，这么厚，怎么包饺子？咱们再试一个，这次我们多撒点面粉啊。还是一样啊，特别厚，完全没效果，轻轻一压变成皮。怎么变成了皮呢？是我的方法没用对吗？我去，不行啊，又是一个垃圾东西，不推荐购买啊。花几十就能得到几千块钱的体验，我是不信。咱们先看视频。哪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？这几十块钱就可以让你体验几千块钱平板电脑的感觉，拿手机看剧啊，再也不用担心屏幕太小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这我要是能信你，我脑子不是进水了吗？进水了。花钱的坑我来踩，免费的关注点一个吧。不是很大啊，这个东西。哎呦，装不回去了，哇塞！刚才出了点小意外啊，这个地方用力一拉，这个扣就掉了，这个做工确实不太好。再拿一个手机，放一个电视剧，然后看一下。Later。我坐这个位置放在这儿是完全看不到的啊，太低了。你们看一下效果，而且还有反光，看到吗？比手机的清晰度要低了很多啊，放进去之后。啊，这是手机的，这是这上面。正常坐在这儿是看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啊。好，可以看到了。
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？就现在这商家啊，为了卖东西，真是把牛都吹到天上了。这个东西我刚才又测试了一段时间，看时间久了之后，头会发晕，会有点恶心，就跟晕车了一样。其实它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，就是一个放大镜的一个作用。我们把手放在后面就会放大，你也一样啊。其实还是一个智商税的东西，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购买了，尤其家里有小孩的这个朋友。下一期想测什么，评论区告诉我。粉丝让测的一款爆款的脱毛膏，他来了，咱们先看视频。刷到关晓彤的这个视频，我发现这个呢，就是拿那个纸一擦就 OK。特别的干净，我发现何丹彤也在用，6分钟就行了，方便又省事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关键两瓶只要个位数，不留黑点不留渣。买回来了，各位粉丝天天喊着让我测脱毛膏，我今天就安排。咱们现在打开看一下，真的是两盒啊，带了一个刮板。视频上说静置6分钟，用湿纸巾一擦就可以了。然后说明上写的是5至10分钟，咱们就按照说明上的来。好，咱们先拿湿巾把腿打湿啊。现在咱们开始把这个脱毛膏抹上去。好，咱这个基本上都抹匀了啊。咱们现在是2:45。Later。好，时间到了啊，咱们现在看一下效果。这还是有效果啊。好，咱们现在已经测完了啊，整体跟他视频当中说的也差不多啊，脱毛的效果是没问题。然后使用过程当中呢，确实我的这个皮肤不是说特别敏感的那种，所以也没有感受到那种比较灼烧或者刺激的感觉。那这个东西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不是说你脱两毛之后这个毛就不长了，它还会继续长，所以说大家自行去考虑要不要购买。下一期想测什么，评论区告诉我。又是一个销量过百万的产品，看我今天怎么曝光你。咱们先看视频。每次和面都和打仗一样，不仅脏手还浪费，赶紧入手了这个硅胶和面袋，面粉和水直接倒进去，轻轻一揉就和好了，干净不脏手。买回来了，咱们现在打开看一下。这个东西啊，我刚闻了一下，很刺鼻，很难闻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的。面和水咱们都准备好了，视频里说加面和水轻轻一揉就成面团了，咱们现在试一下吧。然后咱们再把水倒进去，开始揉。不行啊，都粘在一起了。咱们再加点面，我们再继续揉一下试试。哟塞，嘿，说好了轻轻一揉变面团呢？可不敢胡说啊！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已经揉了好长时间了，这是揉好的面团，而且这个很粘啊。粘在哪里都是，还是不推荐大家购买啊。本身呢这个袋子也有气味，然后呢它又粘，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面的问题，评论区告诉我。